我们病友都已经有好转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地形回，你来探病了，进胸了，哎，然后你是母，所以我今天要介绍这道甜点叫做铁板抹茶热蛋糕。哇哦！叫你站住一点好不好？脚放下来！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所以你这个是怎么样？就是铁板抹茶热蛋糕，它上面它除了让你有这个口感上的那个享受之外，还有视觉上，而且还有听觉上。哪里？怎么样？视觉？听觉？你要示范？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这个里面呢，它装的是抹茶白巧克力酱，这样直接倒下去。有声音吗？哇，好像火山的熔岩的感觉。所以是抹茶，你把它倒到这个上面。因为通常倒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啪啪啪啪啪啪，对对对，而且它加的它里面的抹茶全部都是从日本京都的原料直接进来的，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杏仁酥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个什么。冰淇淋这边这样切下去，切到它的蛋糕，加上它的白巧克力酱，哎呦，一口下去，对，而且最下面那一层呢，它是有一点，就是被那个铁板煎到有一点酥酥的，哦，有点口感，酥又冰又热，酥酥酥，来，圆圆，快点，刚刚翔哥有讲说那个视觉上、听觉上或者是味觉上都很有感觉，我这道也是。我知道叫木斗抹茶提拉米苏，在视觉上非常可爱。那这个是来自日本的石器，就叫木斗。哦，装抹茶这个就叫木斗。对，那这是超这个视觉上超级可爱，然后不止吃在嘴里是非常。这个木斗在日本最主要功能可不是要来装东西的，喝酒的哦，也不是，它是来当模子用的。模子什么模子？装日本经常有糯米饭的这种食材，所以它是拿这个来当做一个模型，然后里面压什么东西，啪出来。那如何的？那如果啪这样出不来呢？就敲一下，拍一下，就多几下，啪。他就出来了，这项目在。然后他的本店在日本，这本店在日本，然后在台湾是第一家分店。哦，这台湾已经有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提拉米苏呢，第一层最底层它是用抹茶的海绵蛋糕，对，然后再搭配安格斯的奶酱跟马斯卡彭的 cheese。上面有写，然后整个层层叠上去，最后这一层上面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想好，上面还有保存期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跟上面那一层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他都讲完了，没有啊？最上面那一层就是跟志强哥介绍的一样，是来自京都的。我一样就没什么好介绍啦。对，所以是一样厉害啊。哎，我这造型比他厉害啊，京都产的还是有分好的跟中的跟不好的，而且还有。这个京都的抹茶是比较苦的，那再搭配下面的甜，你要吃的时候要一比到底。一样嘛，那个奶油，那个奶油，上面才能有那不一样层次，就对。我们这大人的口味，你不止口感，你连味道，它的苦甜综合不会腻。我们厉害是它吃起来。来，请给我们吃一下，你也示范一下怎么吃嘛。我已经快吃完了，吃一下，我已经快吃完了。怎么这样吃起来豪迈一点？对，先哥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抹茶的好朋友是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红豆。哦，红豆抹茶一定要配红豆，跟烧饼要配油条一样的意思。烧饼啊，烧饼，因为抹茶会有点苦苦的。宪哥说到红豆，哎，我们也有好朋友，就是我们生巧克力，红豆跟抹茶生巧克力都有。还有巧克力，我们有巧克力吗？没有巧克力，我们有白巧克力酱，哎，我们还有煎。现在请三位评审老师先来吃一下，来，这个美味真的没有开玩笑。阿雄的，怎么样？吃起来怎么样？就是它的蛋糕体很扎实，然后配上那个软软的冰淇淋，甜甜的冰冰的，然后跟下面的那一层。然后这个呢？好吃，好吃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哦，哎，我这个是女生会喜欢的，这个真的太绵密太细了。吃的就会哀哀叫，而且还配这个吃，哎，这个巧克力太可怕了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吗？太可怕了，美哀美哀 ，You have to try it. Can I? Can I? Oh yeah! Oh yeah! 好好吃哦，我大力鼓掌，好好吃哦，哦，斯巴拉蟹，真的好吃，斯巴拉蟹，这生有牛奶糖嘛，斯巴拉蟹，牛奶糖嘛。
好，这个很强了。来，田老师，你吃完了吗？那么这个用铁板做这个甜点，我觉得非常有创意哦，有创意，整个创意。就甜点来讲，这种分数会很高，而且因为他在吃的时候，他会有这个是冰的，这个是对是热的，手不能摸的。而且这种东西是创造了那个视觉效果。如果说刚刚唰滋啊那个烟出来之后，那个氛围，而且可以闻到寥寥的那个抹茶的香味，我觉得很棒。那这边来讲呢，就是说。这边的抹茶的这个茶底用的非常好，而且觉得比这边稍微好一点。还有它抹茶的原先那个原味啊，抹茶就是要吃到它原味的，带点违禁的苦味。那种违禁的苦呢，其实就是整个抹茶的精神。是，如果说你抹茶的那种苦劲儿没有的时候，这个分数就低了。所以这边的这个很有意思，对，再加上最主要呢。这个甜点它没有那么的腻，而且它配了两个巧克力之外呢，这个煎这个茶非常的香，煎茶香得益彰，也就是说又要讲到写文章，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尾，就是把这个句点呢、啊、有这个抹茶把它喝掉，好，我和前后呼应，哎 ，hello， 没有必要为了比赛出卖灵肉好吗？占老师便宜，像话嘛？胡老师，来，铁板上来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惊艳。是，他在这个布朗尼蛋糕上面还加了一个棒蛋糕。哦，就本来就是王思佳的妈妈。对，我本来在布朗尼，布朗尼，布朗尼，妈妈叫布朗尼，布朗尼，怎么样？布朗尼放在上面了，不是王思佳的妈妈。布朗尼，布朗尼，哦，蛋糕，我以为是布朗尼。是布朗尼跟布朗尼，我也布朗尼，他有请你吃过这个啦。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本来很担心说，他那个加了热巧克力下去以后，那个冰淇淋是不是会加速它的那个融化的速度？结果后来我不担心了，原来它下面有一个那个棒蛋糕，对，所以它的设计是很有巧思的。板子是热的，那上面，哇！修炼，修过练。网友，电流。宪哥，你这个假高潮也很明显的。宪哥不敌美色诱惑，今朝众女星围剿。十色性，你的美色能够带动这十五。不用纹头发。你看。有恋爱的感觉。讲得真好，人又漂亮，又不会很三八。对手，现在他是品甜点，不是品人哦。是，等一下，我们有杂派的单元再请你过来。